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 NBA 2020-21 赛季季前赛收官日，奇才主场99-96力克活塞，比尔开局就上篮得分，格兰特回应三分后，比尔又是2+1和中投，威少助攻布莱恩特扣篮后，贝坦斯命中三分，格里芬连续得分后，威少突破上篮拿分，杰莫又中投，首节奇才31-27领先。第二节威少布兰得分后，杰克逊和内托互飙三分，罗斯随后三分命中，再有抛投，格兰特三分也中。不过奇才这边内托里突外投连续得分，特洛伊布朗三分，比尔连续得分，奇才领先了16分。格兰特中投止血，半场奇才仍是63-49领先。一边再战后，赖特和阿夫迪亚各中三分，布莱恩特三分也中后，格里芬和米哈柳伊克各飙三分，活塞开始追进比分。米哈柳伊克又中三分后，阿夫迪亚和布莱恩特回应，杰莫杰克逊三分中投都有，奥卡福也是中投。三节过后，奇才83-76领先七分。第四节奥卡福上篮得分再进中投，杰克逊三分命中，活塞只落后一分。此后双方交替得分，罗宾逊和布朗各中三分，将分差重新拉开到六分。最后四分钟，海耶斯上篮得手，活塞94-98落后。此后双方陷入得分荒，始终未能有效得分，比赛就此结束。全场比赛，格兰特14分9篮板，格里芬11分，海耶斯11分，罗斯14分5助攻5失误，约神杰克逊13分，米哈柳伊克11分。奇才这边布莱恩特22分，比尔27分钟15分3分7中0，威少17分钟8分7篮板3助攻，阿夫迪亚9分10篮板，罗宾洛佩兹13分，内托10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